同学们好，今天我们一起来讨论科学活动本第52至56页的答案。主题五：地球与宇宙。我们一起来认识地形和土壤。练习一，写出代表各地形的英文字母。 A 河， B 海滩， C 山丘， D 湖。 E 海， F 池塘， G 高山，H 山谷。练习二，连一连。第一题是海滩，第二题河，第三题山谷，第四题湖，第五题高山，第六题池塘，第七题山丘和第八题海。接下来我们一起来认识土壤。练习一，这些是什么土壤？画线连一连。第一题，壤土。第二题，沙土。第三题，粘土。练习三，填一填。第一题，这种土壤叫做沙土。第二题，这种土壤叫做壤土。第三题，这种土壤叫做粘土。